哦，这个蛮有意思的，来自 LU.ZXXI 宝特瓶空瓶，会先敲一下头，再拿去丢，丢的时候用投篮的方式。这好像前几个礼拜有跟你讲过，有，就是我也会，这我其实我也会，就是会这样敲敲敲，我是敲不是脖子哎、欸。敲脖，敲脖，你当自己是巨人在看。我会敲鼻子啊，或者敲嘴巴，就是敲某个地方。哎、欸，或者是你不会吗？你会吗？我敲腿。哦，腿就是任何会敲任何地方。敲腿，这就是无聊吧？而且空瓶子敲身体有一个空空，有一个、啊、有一个弹性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一个爽感。哎、欸，其实女生不会是不是？女生不会吗？不会吧？我没有看过哪个女生、啊、不会吗？那女生拿空瓶是怎么拿？我们拿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拿，不会这样垂着。然后投篮丢哦，现在很少投篮丢。男生一定是拿这边吧？对，然后翻翻翻。女生感觉是拿这中间。不会握着。对对，女生我有时候是用手指夹哎、欸。啊，对对对，会这样，就是夹着瓶罐，然后晃来晃去这样。那直男是真的蛮烦的。干嘛干嘛？对，但是、这个好像真的蛮直男的、欸。为什么要敲头？这个我听过很多人讲，然后都解释不了。为什么你要得出什么结论？其实很难的，真的解释，真的解释不了。没有为什么，这没有，这没有逻辑，这就很，这是这直男，就是直男，所以这可以给他一个十分。这也是直，真的是直男之谜，这真的没有 explanation 呢、啊？这是直男的自己的本能，就是我们要敲一下。因为以前 caveman 拿着一个 club。护个护个这样子吗？这是我们的本能，要回到本能，宣示领土的时候，确定这个武器可以保护我们自己，这可不可以当武器这样子？哦、痛不痛？不高不高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你来攻击我，我可以这样子打你，怎样啊？啊，这会不会痛、我先知道怎样比较痛，我们确认一下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像 John Wick 要可以把任何东西变成武器这样子，对，铅笔，对，保护自己。那刚讲的那个投篮投进去的，这最近一定会喊一个，然后对、啊、这个好像不是一的。这要看年龄，看年龄。我觉得2007出6出生之后的会喊一个名字，然后2008出生之后会喊另外一个名字。但是我只听过两个、欸，哎，对啊，就那两个、啊，只有两个、啊。但是篮球的历史这么长。好，那我们321 ，OK， 三，你先讲，你先讲前面的，前面的 ，OK，OK，、okay. 三、okay, ，第一个、哦，第一个，我们会喊的，我们就喊这个三二一 ，Kobe， 这是第一个。哇，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，我有，现在就是 Curry，、oh, 对 ，Curry 会喊 Curry 啊、哦、，Kobe 或 Curry， 年轻的小孩，可是喊 Curry 不太顺啊。没有 Curry， 通常是你真的站很远的时候。Curry， 我这样喊都会觉得怪怪的。对，我就喜欢 Kobe， 对啊，对，喊 Kobe 比较顺嘛。Kobe， 但这就是因为年龄年龄关系，就是有点像你现在问小朋友，你要打电话的动作会做什么？哦，打电话你会做什么？这样吗？对啊，小朋友会这样子。哦，what？ 因为他们现在没有这种电话。真的会这样啊？对啊，但小朋友真的会这样子啊？但我以前拿那个手机的时候，我也不会这样啊，我还是讲这样。因为就是我们是那个的尾巴嘛，我们是那个对、啊，我们是这样，然后这样一直转，然后有一些就是你那个好像问小孩你怎么开车窗，你就是这样，然后有些人是用摇的，这多久以前用转的，这样子，哇，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年龄，对对对对对，这蛮有趣的，但这也牵扯到篮球，就是男生打篮球就。习惯就会喊 Kobe 或是 Curry，所以就会这样子。对对对对 ，Kobe， 然后对 ，OK， 这真的蛮直男的。直男九分吧。嗯，我不懂为什么直男会这样子。对，其实没有什么，我觉得越接近没原因的就越直男。对，我觉得有十分。对，这个就是对，因为直男不会思考，他是对对对，他没有原因啊，所以越不知道为什么的就越直男。越直，哎、欸，好像有道理。我们越讲不出来就越直男。Hey guys, thanks for watching that clip.感谢你们收看这支影片。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 不要忘记订阅。And if you want to watch more, you can click right over here. 如果你想看更多，就按这里，点这边。Click, click.